在一个晚会上，一个美丽的老妇人径直走向了这个男人，她不顾及别人的眼神，给了男人一块表 Come back to me， 然后在众人错愕的表情中离开了。显然男人并不认识她。大家好，我是十一，今天陪大家一起看这部时光倒流七十年，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哦。男人名叫理查德，今天是他的话剧首作放映礼，此时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老妇人弄得一头雾水，不过他也没放在心上，只当作是一个脑子不太好的老妇人。与他反应不同的是，回到家的老妇人抱着手里的书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转眼来到了八年后，理查德已经成为了一个话剧编剧，因为找不到灵感，他决定去旅游找灵感，于是他一个人踏上了旅途。他在一间能看到海的房间住下，让人意外的是为他办理入住的老人亚瑟却说好像见过他。理查德本想继续追问，亚瑟却说自己可能记错了便离开了，搞得理查德一头雾水。本想去餐厅吃饭的理查德被告知需要40分钟后才有餐食供应，恰巧看到酒店的历史展览馆，饶有兴趣的理查德走了进去。刚进去的他便被一幅画吸引，画上是一位美丽的小姐，理查德一步步走向面前的画像。这时他注意到了画像下面的标记，他已经被这个女人深深吸引，于是出门找到亚瑟打听女人的信息。亚瑟告诉理查德，她叫简，是1971年代的一个话剧演员，在那个年代可谓是炙手可热，但是已经去世七年了。本来只打算在这个饭店住一天的理查德选择的继续留在这里，他被这个女人深深迷恋，每天晚上想得睡不着觉，于是来到图书馆查找这个女人的信息。因为这个女人在晚年很少露面，所以她的信息很难找。不过架不住理查德的执着，他还是在一个尘封多年的书里找到了她老年的照片。令理查德震惊的是，这个竟然是给自己表的那个老妇人。他根据上面的地址找到了简的家。女佣听到理查德的想法，生气地想把他赶走，可当理查德拿出那个怀表时，女佣软下了态度，把她请进了门。她来到了简的房间，发现她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自己最喜欢的。简最喜欢的那本书是自己大学时的哲学老师写的《穿越时空之旅》，恰巧也是理查德最喜欢的一本书。他一直珍藏的音乐盒里放的竟然是理查德最喜欢的歌曲。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样，他找到了自己的哲学老师，问他穿越时空是否真的存在。老师仿佛找到了知音一样，跟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说自己在一个老饭店躺在床上握着1951年的货币，然后催眠自己就在1951年，然后再次清醒发现自己听到的一切声音都是1951的。理查德仿佛受到了启发，他决定试一试。他去商店买了1912年的货币，回到酒店为自己理了一个那个年代的发型，并且在镜子面前不停地练习自己遇到简第一句会说的话。Good evening, Miss McKenna. You don't know me, but you will. 随即在他的一阵操作下，他并没有如愿。不甘心的他又去找了亚瑟，在亚瑟那里他找了1912年的住户登记册，在上面果不其然看到了他的名字，那就说明他真的穿越过去了。再次回到房间的他逐渐变得放松，因为他此时坚定地相信自己会回去。当他再次醒来时，真的回到了1912年。醒来第一件事，他就去了简的房间，却被告知简不在屋里。在找的路上，他遇到了幼年时的亚瑟。Are you Arthur? Yes, sir. 经过一番波折，他还是在海边找到了简。他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女人，而简也如他想象般的，长得是如此美丽。可令他意外的是，简好像认识他。Is it you? 两人一阵寒暄。当理查德想要约他吃饭的时候，简的经纪人却突然出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经纪人警告他不要想着接近简，而简却在离开的时候频频回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是老友相见一般，让简总是忍不住在意他。晚上的时候，理查德再次来到舞会，趁着经纪人不注意跑过去与简说话。此时的简对面前的男人还是有戒备心的，想要离开。No idea how far I've come to be with you. 简被他这句话打动，也不再逃走。两人在共舞的时候，经纪人却再次带着保安出现，打断了二人暧昧的情绪。当保安带着理查德离开的时候，简不顾经纪人的阻拦，选择和理查德一起出门。Patently absurd, you couldn't possibly know everything about me. We've never met. You're a complete stranger to me. But then, why did you say, is it you? I have to answer that. I know you don't.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只是简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就这样仅仅出现了两面的男人，竟然让他一直忘不掉。次日一早的理查德又一次来找到了简，显然想让他放弃是不可能的。他想邀约简去散散步，简直接拒绝了他。Young woman, if you do not walk with me, I shall go mad, positively insane, and do crazy things to myself. 看着眼前强势的理查德，简默认了他的要求。1 o'clock.、终于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一起骑着马车去玩耍，两人一起来到海边看画家作画，谈论自己的人生理想，互相倾诉心声。在两人的相处中，简也慢慢清楚自己内心萌发的情绪到底是为什么。他向理查德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第一次见到理查德时就问出了那句是你吗，原来是因为经纪人威廉的预言。 He told me that one day I would meet a man who changed my life. 互诉心声的两人一起在湖中心划船，结束了愉快的一天。仅仅几个小时的相处就让两人的感情快速的升温，简只觉得自己那么久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回到酒店的两人情到浓时想要极尽缠绵，却不想再次被经纪人的出现打断，两人不得已分开。临分别时，简邀请理查德去观看自己的话剧，理查德也如约来到了话剧院，看到了简的表演。在台上闪闪发光的简，那是那样的惹人关注，可一向台风稳健的简竟然因为理查德的到来在台上说出了对梦中情人的向往，像是在说台词，又像是在对理查德表白。 But I can tell you how my life has changed. Sweetness, you except for these. I love you. 这一番话让工作人员大惊失色，还好具有简还是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很快把场面拉了回来。简深情的表演也赢得了台下的大片掌声。表演结束拍照的环节，理查德也来到了后台找简，因为理查德的到来，简不自觉地笑了出来，从而造就了那个经典的照片，也就是那种让理查德看了之后魂牵梦萦的照片。一切像是巧合又像是必然，这场穿越时刻的爱恋也因此刻骨铭心。因为简在舞台上的失误使得经纪人大怒，他找到理查德警告他离开简，不然自己就不客气了。可年轻气盛的理查德并不吃他那一套，被激怒的经纪人找人暴揍了他一顿，并且把他扔到了马棚。一直看不到理查德的简十分慌张，甚至没有再次谢幕。经纪人找到简，告诉他理查德已经走了。 Gone from the hotel and your life. 可简并不相信。 Love him and he's going to make me very happy. 看着眼前的简，经纪人很痛心，可也没办法阻止简，只是提醒他一个小时后剧团就会离开。在马棚清醒过来的理查德使尽浑身解数才得以从马棚逃出来，他慌忙地去找简，却被告知剧团的人早已离开。失魂落魄的理查德绝望地瘫坐在酒店门口，熟悉的声音响起，简猛地跑向他，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原来简并不相信理查德会离开，所以选择留在了酒店等待理查德。就这样两人确定了彼此的心意，真真正正地在一起了，他们彻底地拥有了彼此。之后的日子过得平静而美好，每人也因为爱人的爱而变得更美好。本来因为日子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可就在两人甜情蜜意时，理查德却发现自己准备好的1921年的硬币突然变成了1979年的。理查德意识了一切时，他想抓住简的手，却发现已经晚了。这个未来的硬币就像终结这一切的钥匙一样。他回到了现实中，不能接受的他躺在床上想要再次回到过去，可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回不到过去。他躺在床上痛哭流涕，失去了简的理查德就好像失去了灵魂。他常常来到之前和简一起玩的地方发呆，整天在展览馆盯着简的照片发呆，想要再一次回到简的身边。他不敢想象简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一切，不敢相信简是怎么独自一人撑到老年，不敢想象当初简来放映礼上见自己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没有了求生欲望的理查德生命也在随着他的意识消逝。在理查德弥留之际，医生拿着手电查看他的瞳孔，一阵白光的照射下，理查德的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他好像又一次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他爱人的身边，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爱人。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全片完。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电影，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我们下期再见了。